YouTuber 李贝近年创立了个人品牌，推出的一系列商品广受欢迎，也不时和厂商合作开团，事业经营的有声有色。近日他在个人 IG 开启问答环节，和粉丝们互动时，就网友好奇询问李贝开了环保杯的团购，但他本人喝饮料时并未使用环保杯，因此建议他使用开团商品应该会比较有吸引力。对此李贝正面回应表示，就知道会有人问这个，但他解释自己喝饮料时大多数都是叫外送，偶尔是工作伙伴请客。至于生日时收到的饮料礼券，都因为忘记使用而被退回，因此很少有机会使用环保杯，除非事先在家里泡好咖啡才出门。李贝认为拿到饮料外送后再倒入环保杯拍照宣传，这样的行为有些 gay 掰，因此才会让大家误会自己都不使用开团商品，坦诚的态度获得网友们的赞赏。Bye.